好，那再讲到的是重叠哦，也就是叠色，两种颜色互相叠在一起交叉哦，一定要交叉来做哦，然后最后出来的颜色会跟这两个颜色合在一起，然后不一样，知道吗？那做法就是哦，把两个颜色合在一起，例如说我们把红色。 做一个排列，这种方向排列之后，另外，假设我再找黄色，这个排列，马上排列就有效果了。有没有发现？橘色没有啊。有人发现是什么色？橘色。对，那这就是基本的混色了。然后我们就可以再用混色技巧，让它均匀。有没有看出来均匀的？有。好，那这基本上啊。 在教室有贴那个混色表了哈，哪个颜色配哪个颜色，是什么颜色？红色配蓝色，黄色配蓝色。啊，等一下我们可以试试看啊，利用刚才教的几个技巧，把它混合在里面。